执行时，弹箱则扬升至38度设天瓦发电机，提供发电所需。弹一组三型箱组飞弹包含箱组飞弹的4倍。此外，发电可。防空部，万里强。我知道连级的单位又是外据点，但是我要跟各位说，我们两个单位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扛起北区防空的重担，守备范围很大，绝对是一支单位小任务大的钢铁劲旅。那我知道，各位必须24小时配合轮班，保持战备状态，不仅要紧盯雷达监测，掌握情资，更要能够随机应变。那么这段时间以来，攻击扰台，军事演习也相当的频繁，各种有关防空的假讯息也很多。相信大家在任务中都很清楚这些状况，也了解自己的责任非常的重大。那么各位的辛苦我都有看见，正因为有大家的守护，台湾的天空才可以安全无虞，人民才可以安居乐业。我也要勉励大家，我们国土主权寸步不让，民主自由我们是坚守不退，这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信念和决心，请大家一定要铭记在心。我要向大家保证，各位在前线打拼，身为中华民国三军统帅，我一定会顾好大家的生活起居，做大家的后盾，让大家可以全心的投入任务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帮大家加菜，大家也可以展现战力，也要展现战力。等一等，吃饱一点，继续坚守岗位，守护台湾的天空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